无敌女儿、普陀、神木魔王啊，五个门派在杀挑战模式的话，可以增加输出啊。无底洞可封，可奶可固伤，女儿孙可封可固伤，普陀可治疗可固伤，俩法器啊。这组五牌整的就是挺板正啊，给人第一眼看上去就感觉就很板正。除了需要这个扶持组合的以外呢，基本上全都是三固伤的扶持，他基本上也不怎么挨打。是不是干啥都一回合，关键看比较吃劲的法系吧。法系是七段的零式，法爆法伤加伤害，法爆法伤加伤害，或者法爆法伤加速度都是最优选择。还说自己是最佳性价比的号，他妈都法系的梦想了，还讲什么性价比啊大哥。两个法系都1000多啊。老板别跟我说这么多，你性价比高不高的，我看出来你挺会玩的，你就说一个月赚多少钱吧啊。老板那五个宝宝全都是带须弥。来看施法五开啊，女儿村秒五赶1900、1500一般般啊，女儿村109少秒一个，无底洞秒四个，普陀山秒四个。进入战斗以后的造型啊，强迫症都治好了，魔王秒五还得是法系啊。好像法系也没比固伤有太多明显的优势。对面有水属性吸收啊，打地狱烈火还增加伤害呢，还有比翼飞的施法特效呢啊。